花5000养只圆驱赶海是什么样的体验？ 全部躲在这个石头洞里面。哎呦，哦，这里还有，你看，哎呦，把它拉出来。呀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哎呀，夹我，收了，那，这个石头洞里面。 把这个石头放开了，哦，还想跑，收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哎？你看，哎呦，哇，那么大，哇，这个是海扇哦，那么大的海扇，你看，哟，好粗，啊，就。 把它搞上岸去，呀，你看，哟，还想跑，跑不了了，收了，哇塞，你看，石头洞里面都是螃蟹，呀，哎呦，还想跑。 里面还有，你看，呀，这只大，你看，哇，嗯，没有了。这个石头洞里面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哦，抓到了！哎呦，我跑了，看，哇，哎呦，哇，一只手抓不起来。 哦，红鱼，你看，全身都是红色的，收了。哇，这几个石头这么多鲍鱼，哦，你看，好多啊！呀，哇，一抓一大把，你看，这里也有，哟，哎呦，哇，都粘在上面。 哇，挺大的，这里还有，哎呦，收了，这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一群石斑鱼，哎呦，哦，还想跑，那。 这里还有，哦，全部搁浅在这里，哇，好漂亮！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收了，呀，那是什么哎？哎呦，哇，这什么鱼啊？哎呀！ 我还以为 BBQ 了，你看，哦，三刀鱼哦，你看，身上有三个黑色的条纹，挺漂亮的，收了。那你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这么大的波士顿龙虾！哇，看到我来像就想跑。哇，你看，这么大的钳子，跟我巴掌一样大喽。 哇，有点像鳌拜呀，你看，好大的钳子，哇，应该有差不多有4斤重，差不多了，好大哦，这个就收了吧。